的这部舞台剧。OK， 好，事实上呢，它是由一部电影去改编的，它是全美呢最受欢迎的一部电影。你们知道美国的青少年最喜欢哪部电影吗？Musical， 因为在 High School Musical， 你可以看到最劲爆的舞蹈，可以看到最好看的动作，可以看到最好听的歌曲。于是呢，五年一班他们所表演的 High School Musical， 事实上呢，老师要跟你们说，他们是五年级各班当中呢学起来进度最快的一个班。他们的两个主唱是负责编舞的同学，只花了3天。就把舞蹈编起来的，所以他们是让老师最不操心、最放心的一个班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呢 ，High School Musical 里面的角色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介绍两位主唱，分别是王树德同学，来给他鼓掌一下。他所饰演的是男主 Troy 特洛伊的角色，以及陈丽玲。好，来，请鼓掌。饰演的是凯莉的角色，还有呢，我们一个非常突出的抱抱头，好，李尔豪同学，他所饰演的是特洛伊的好朋友 Chad 查德的角色。那因为这个角色呢是一个 American Black 美国黑人，所以就是以抱抱头的造型来出现在大家面前。还有所有的东高中的 White Cat 野猫。你最期待的心情来欣赏五年一班所带来的 High School Musical。 Everybody's trying to get
老师有把它上传到老师的英语教学部落格。那不光是这部戏剧，每一首歌的 MV 老师都有上传在上面。请一下，有到老师的部落格去学习的小朋友请举手一下。 OK， 好，所以网络学习真是无缘佛界，难怪大家都唱得这么棒。其实光靠一个礼拜两堂的英文课真的是不够，所以小朋友呢，同学们在家里面也是透过网络来做学习。其实我觉得今天呢，还有劳苦功高的，除了英文老师以外，老师只是教你们在上课的时候唱英文歌，事实上呢，最大的功臣是每一班辛苦的班导师，是由班导师辛苦的指导，你们才会有今天这么精彩的表演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给所有的